塞，看看这样准备是不是有点浮夸？好像有一点哦。今天来过情人节，耶！希望会成功。骑小车出发。Hello, it's me。啊，你拆个生日礼物。好，可以。这是情人节礼物。我们太多礼物了。对，你一起过没办法。这个是两个我的。反正是想说二选一的，算了，就是全部都给你。这个很好笑哎、欸。大餐券。可以全部都换按摩券。哒啦！这也太特别了吧！沉香森林的装扮、啊，我拿这个照片去给他做做你的公仔。这眼睛太小了，眼睛要大颗一点，可爱耶、欸嗯！喜欢吗？喜欢。很特别，好像很烂。直接就可以吃了，它是个外面是巧克力，所以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哦。它只是把旁边敲软而已吧？嗯，然后就可以挖啦。他就说这是法官的铁锤，哇，啊，寿星又有情人节礼物，又有这个玫瑰花。